带着新专辑回归的 TWICE， 虽然还要再让粉丝等待一小段时间，但最近官方释出的全新造型照完全是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尤其是定妍过去曾因恐慌症二度暂停活动，又因腰间盘突出手术后的长期服药导致体重飙升。不过这次的回归美照可以看出来，她很明显瘦了一圈，金下巴也回来了，让粉丝超级为她开心。不止如此，她新拍的杂志封面也是美到不行，整体状态和气色看起来都相当好。采访时他坦言会重回演艺圈都是因为 TWICE 成员们在那段低潮时期，大家从来没有对他说过加油你可以的，而是直接用行动和信任代替话语表达对他的支持与关心。是成员们将他从痛苦中拉了上来，他们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存在，让粉丝感动直呼这就是我喜欢 TWICE 的原因，也希望定妍能一直健康下去。Thank you.